就凿出来的，凿出来磁石是多棱体，多棱体它就会产生缝隙，这个缝隙呢，也就是说它胎底是不是那么很紧密，但是现在呢，球磨机研出的呢非常细腻，它的胎底就紧密，就变成了手头重，也就是这种胎底过于细腻了，手头重，这手头第一感觉。第二呢，我们看它这个，你像这个写的大清雍正年制，这种釉啊，实际上在康熙时期刚发明的这种天蓝釉，在康熙之前是没有啊，它是防乳釉嘛，啊，就防乳，这是防乳，整个的表面呢，你看这种感觉啊，啊，就是有点不是那么很舒服。我们说这个釉面，我们用一什么词来说呢？就说这种特别的这种，我们只能夸张的说，就是不是那么特别紧密，就有点那种松散的感觉啊。就这种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可以。从保利拍出来也有假的吗？咱您就别提保利，别难。我跟您这么说得了，国际包括国外的公司，叫不保真拍卖。这样的，我把保利图类带过来了。您不用说哪个公司，啊，就是拍卖公司。您没看过拍卖法？拍卖法在拍卖法前面有一个明文规定，就是说竞拍者。我们在拍卖之前有三天的预展，您可以到现场看三天预展，如果您认为不对放弃，认为对才买，当您举牌了已经默认这件东西了，如果您认为这东西不对你不要举牌了，所以有一拍卖法。那我就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收藏家，那我们相信谁呢？如果保利出来的都不行，您别提保利，别提哪儿，咱就说啊，哎呀，您可能您对于收藏您还是您你说的是一小白，不是，不用看那个。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老板，15周年了。这我们就这个牌子里面，我们是如果这样的，那我们收藏，因为我们收藏肯定是按照大公司来收藏的。这是这件吗？是这件吗？100%。哦，是这件。都有发票。我。你看、啊，就这件构厂，你看啊，构厂是来自这个意大利，而且这个签名楼一件一模一样，拍了930万。我这个当时是167万，它起拍价是110万到210万，我是167万中拍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说啊，那我们能相信谁呢？我们这么大的公司都不对。这件是这件吗？我不是跟你说吗，我自己拍的，就一模一样，就这一件。不是，那你现在对啊，那对，我知道，就这件是这件吗？就是这一件，不是这一件，这一件是天明楼的啊，这一件是保利的。如果说，咱们保利人必定是大拍卖公司，对，是，包括咱国内保利啊，包括其他大拍卖公司，一定靠谱啊，就是说我很认同啊，各个大拍卖公司。所以我今天过来正，我就正好就说现在我们说这件，因为现在我不确定这件是这件。啊，你现在要往上对是吧？哈，对，你我们对这个讲啊。不是，我现在就不确定这件东西是这件东西，我现在只说这件东西。那对啊，明白吧？就是说你可能认为就是这件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对这个嘛。啊，我们把这个先扣回去，好吧？啊，好，我们先说这个，先说这件。其实呢，大清雍正年制，这要对的话是一个官窑，啊，本来就是官窑的，是的。但是这个很不便宜。我不是跟你说了167万吗？167万属于不贵。是不贵啊？我因为如果不是，如果说这么，网上是可以查的。那你看啊，他这个网，你打开这个网站都可以查的。你看啊，他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因为我也是收藏家嘛，他怎么一回事呢？这两个是一，这个是天明楼的，天明楼同样的是一模一样，这个天明楼的，天明楼当时拍的19年3月份拍的，就包佣金就930万。你看啊，我知道，就这一件款跟那款有点不一样。这个款是一模一样，这个东西是我拿掉的啊。这款你看啊，我给你对一下吧。对这个的，我们对这个变化了来。我们先对这个角。哦。先对这个角，你看啊。对不？哎呦，你不要照，对这边你看啊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来，我再看看这个。然后我们再对这个点啊，这个点是两个点，放大两个点啊，你看看啊。它是这个角啊，你看啊，这个两个点深啊，你看啊，应该是这个角位置，这两个点深，你看看啊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两个点，就是一件东西呀。我知道，
咱们现在把这书啊先扣上，嗯，扣上以后什么概念呀、啊、就是说我可以不可以通过逻辑性的来分析啊，把这书先收好，就是说你花钱买这件东西，就是你比如说你很自信的话，对，我说这可能有，就是我这件，你听着，随时拿着，随时那个，我说这，我说这句话可能有点你不爱听啊，就但是我只能问你啊，如果你很自信的话，那你还拿来鉴宝干嘛呀？我不，你刚才问我这句话是问的是最好的，最对的，知道吧？啊，因为你们不是这个华山论剑，每次鉴宝都是拿过来都是仿品仿的嘛。我想拿这一件过来给你们一个惊喜一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考一下你们的。而且因为我很喜欢看这个，就是看你们这个就是那个网上面啊，弄过来都是一个仿品，要不然真的就是有一件真的也是名窑，没有什么官窑，所以你的抖音我也看，你的抖音直播间我也看，就是明清史书上找你范海洋啊，所以我今天就拿过来就给你们看。那你这么着，你听听我的这种就是对这件东西这个见解。第一呢，我感觉到手头有点重，然后呢，这种写款呢写的不是那么精到，另外还有一个，你看这个底足啊，这种光光的，没有这个自然的这种磨痕，没有自然磨痕，所以呢手头重。写款呢不够那么规矩，还有这个底足啊，没有这字，我这只能说现在呢像这件呢提出一个就是有一些争议。不是范老师，我现在就想问一下，因为我也是搞收藏的嘛，我想问一句，如果大的拍卖公司出来的，或者我这东西往大的拍卖公司一打，他收，他我好比我拿个保利，拿个什么瀚海，他收了，证明我这东西对还是不对？一般收了就证明对。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打一个小的赌？可不可以？不打，因为因为我这东西，我随时拿着这个保利啊，他随时给我拍。那可以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